突然，习近平老总用正气的签证检查计划，突然流行羽毛球场，今天是得到的文化部正式核定3亿3000万元，按顺道一百空九年为万新提议改团改工厂。突然，其中常温成功，突然是推翻国要政府提议线，还加三个国宝来比下个故乡。了解上是有东丰富的羽毛文化的内涵，透过安个检查，南北做的盘汉卡多羽毛会。本民众来认识彩体歌谣，也做得本国外汉卡多间乐团来到土壤进行音乐文化的交流。桃园市文化局委员米太炎的乡亲罗顺民，坦白桃园流行音乐剧场的规划方向，认真体验其教育体兼策源同基础的方面。设立安阳的剧场对乡亲来讲，是得圈圈的就去参加音乐会，每位韩国岛的民众是得来接触音乐艺术。比较活泼一点的哈，这人对我们的青少年呐，还有我们的都有地方可以去那个去活动了哈。桃园市长蔡文灿讲，桃园因多年来办的国土创的大型演唱会这么成功，三无真正的音乐剧场。搭棚一百个机巴来建设剧场，接下来每时的吉哈帕家、杨春明、好乐，一定要出拳的音乐，通过这音乐向下的剧场来展现。所以这边变成全国哈办户外演唱会最喜欢的，所以我们决定把它设在这边流行音乐剧场。当然这些场哦是没办法那么多了，以大型户外可能一年只有几场，但是平常我们做别的集会使用。桃园市文化局讲，桃园流行音乐剧场规划的基础用地差不多有4.2公顷，包含室内容纳15,000人的户外场地，还加室内有3,000的 VAA 流行音乐厅。天剧团的经费有3亿3000万元，还有市政府的批合款，总共有5亿6000万元。因为先来做天下剧场工厂，环境景观工厂也得项目，按算一百空九年会完工。市政府下头也会上忙去争取，天剧团的几百经费，按算112年年代会尽快完工。下个新闻，罗文泰，桃园报道。